DJ 阿周带你逛逛长沙药王街的夜市。OK， 现在在药王街夜市，我们走一趟，看它跟台湾的夜市有什么差别，跟全国、中国大陆全国的夜市有什么不一样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车辆还开得进，他们这夜市是晚上才开。有个赶着投胎的，赶着去看医生的，真的是到处乱扒乱扒的。我按喇叭会怎样？重点是按了喇叭也不能比较快啊。哎呦，他杀不到我，杀了一个塔罗牌。现在时间还不够晚，越晚的越多。这个城市啊，需要取缔乱按喇叭才对。其他城市几乎都已经听不到了，像厦门还有上海，先前去的按喇叭的情形都已经销声匿迹了，为什么还那么多人？这一看就知道是新疆那边的，可以。像这一台的素质就很好，都没听他按喇叭，这一台也是，也没乱按喇叭，它是有素质好的啊，素质好的就像这不会按喇叭。听不懂。听不懂说话的，真听不懂。素质好以外看得出。这个从头到尾就乱按。然后把捡起了，还是捡不起，就啊，没得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药王街。来，好，知道。感觉好像晚上的菜市场。我的椅子出来了，我的椅子出来了。免费送你一个气球，要不要气球？当然要气球吗？不要烫到。这气球蓝色的。别说吧，各位啊，老三，你们看一下喽。
讨厌吗？各位啊，老上流好汉呐！坐下了，坐下了。没有，没那么快。看明天吧，明天再过。别烧。那这边分过去也有，这头也有。我们先走这边，听说那边比较热闹，人会比较多。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啊。哇，这间装修的特别，很特别。大排档。不过你们几个也不是点，坐里面可以，坐外面可以，玩两心。来，请不要看见吗？儿子就是你，他有视力范围，你不能靠近他。你靠近他，他就会像跳一样这样子，有警戒。刚刚就哭了。打压他。鲜豆糕。先走下去，等下走上来会很累的。好吧。这边就走到这里边，在这边基本都是卖吃的。他们夜市好像都是卖吃的，10块钱吃一个，十几块。来，你们看见吗？今儿不要买别的啥的。想吃双的，花椒，花椒要鲜辣，因为鲜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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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台误闯夜市的车辆，这有点难了。这里走是哪里？这就腰子，还记得吗？
下好一山了哈。熬夜就是。逛的人多，买的人少。出游潮。我好热，早知道就穿短袖出来。我今天真汗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边，你真的就跟我一样，也不知道到底哪家好吃。他是第一次来，没时间多加。这是什么？这张是什么？罚单吗？停车单吗？停车单啊？他说没事啊，他只是说没事而已。我是要拍那张单子，不是拍车子。就是。头款一包。想买呀、啊？那阿姨喜不喜欢吃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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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吃饭也没倒杯酒吗？大致上就这样。这个夜市的情形大概就这样。哇，这光是两口子。没有，再来一点。以上是 DJ 阿周在药王街夜市为各位拍的影片。来这个夜市，记得你要能忍受这边的外送小哥的喇叭声，否则你就不要来逛这个夜市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那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。我们后会有期。